这先生笑注意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的发财时机就在冬至前后三天，错过了要等上三年。生肖虎、属虎的人，你的发财时机就在冬至前后三天。这三天里，生肖虎财运一路飙升，横财来袭，行大运，赚大钱，收入翻倍，最容易暴富，钞票成堆。他们的运势如彩虹般，五彩缤纷，大红大紫，富得流油，财运连升好几个档次，财富一抓一大把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生肖牛、属牛的人性格和善，做事努力，迟早能够发家致富。你的发财时机就在冬至前后三天内，在这三天内，生肖牛财运一路飙升，横财来袭，行大运，赚大钱，收入翻倍，注定财丰力达，心想事成，万事顺遂，一顺百顺，人逢喜事满面红光，财高运旺，收入水涨船高，先前的付出也会有满满的收获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。生肖龙、属龙的人才华过人，往往从小就是神童，能当大业，发大财。你的发财时机就在冬至前后三天内，在这三天内，财运一路飙升，横财来袭，行大运，赚大钱，收入翻倍，一夜暴富，初入职场被给予厚望，不久便会创造出非凡业绩，财富滚滚而来。未来半年内，生肖龙的机会多，如果能够恰如其分把握良机，可以得到无数天财，家中财富无限，家里人多福，家中鸡犬升天。生肖猪、属猪的朋友内心坚守原则，文理清楚，做事有条不紊，是成大事的料。你的发财时机到了，就在冬至前后三天内，在这三天内，财运一跃，横财盛，万事顺遂，大奖来，好运成双，必暴富，必能大富特富，富贵多金，日进斗金，正天财狂揽千万，将有聚财来临，家里的财库将会逐渐充实起来，运势非常旺盛。